这样看他出不出来。这个城王是刚刚握进去啊，看一喷盐他往里缩了，这是他的行动轨迹，这个是跑不了了。我估计看这个鼻子啊，它比较大了。哎，水怎么红了？这个直接挖就能出来。哎，我天哪，这么大，看力气好大哟。他是真不想出来啊，这我得把你带回家呀，这个头完美。看这个车吗，哇塞了，20公分左右，太棒了，这个我自己都能吃一顿了。看这个大鼻子，哇塞，这是这才是真正的猪鼻子。这个小圆圈漂亮吧，像这么大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呢，带着了。这个猫眼螺握沙握得特别深，来看一下，它这个头子全进去了，哇塞，这地方的沙也特别多，这都清理不干净。行，这个带着了。这个花旦蟹是真不小，看它那个包有多大，它那个花旦蟹就有多大，这是错不了一点的。哎，金黄金黄的，我想给它起个名字，以后就叫黄金蟹了，多好看的花纹，跟小老虎一样。带着吧，这个也是，都裂个小缝儿，这个也不小。哎，这种花旦蟹只能放鱼缸里边养，吃的话没啥肉，而且又是公的，也没啥黄，养着吧。这家伙固头不固定啊？哦，对，固定不固头啊？把屁股握进去了，俩大钳子还收在外面呢。你看藏的够深的嘞，来洗一下。这家伙真大，我都不敢拿它钳呗。我原来被它钳过，哎，可疼了。它这两个大螯只要钳到手，立马的让你见点颜色，这就是给你颜色看的意思吧？看，真大，手松起来多长呀？这个可以，回家蒸着吃比较好吃，还是个公的，带着吧。这应该是个成王，哇，被他给骗了。刚才那个小嘴特别像成王的洞，挖出来却是个黄蚬了。它喷的水也特别远，你一直到这边全都是它的水印。不过这个个头是挺大的，算了吧，骗一回下次不能再骗了。我再晚来一回，这个八爪鱼卵就被那个海鸟给吃完了。那几只海鸟刚才都在这边围着吃它，满满的一颗子就剩这几颗了，先给你扣起来吧，希望你能存活下去。我剩一点，拜拜了。这是个什么洞，怎么还直上直下呢？哎，怪不得呢，成王洞不是直上直下的呀。没想到，哇塞，这个月亮背可以啊，真没想到是个月亮背的洞啊，那窟窿也老大了，跟成王一模一样，这个月亮背绝对是可以了。行，带着了。这个成王真听话，稍微撒了一点盐它就出来了。哎，没动静的，再来点，算了吧，稍微的挖一下，应该是天太冷了。哎，别跑呀，天太冷它就没力气了。嘿，出来就不能让你走了。哎呀，哎，还脚抖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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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出来了。这个成王大呀，冬天基本上成王撒盐都是撒不出来的，天太冷了，它却出来了，真听话，而且是一个特别完整的。走吧，回去了。好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阿强，
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